在最后一个监狱里面，第一个监狱和第二个监狱它是收身所、看守所，因为那两个监狱它都是非常的残酷，就是空间也非常的小。就是那是一个冬天，就是我刚刚转到那个监狱，那天呢下雪，就是听到办公室呜呜咽咽的那个声音，然后我就问旁边，我说这个是个什么声音，他是箫嘛，我以前我说好像听过，他说我那个就是一个老和尚天天都在就在那个医院那边吹啊，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，然后我就跟那个，因为每一个圈子你是不能够到处乱窜的，我就跟那个看门的那个警察，不是看门的那个犯人，买了半条那个春燕烟，那个春燕烟很便宜嘛，但是监狱就，买烟就贿赂他，然后我就绕出去呢，就是然后就看到一个老和尚，那个墙很高的墙，那个监狱里面那个、上面是电网，太阳只能够照在那个上面又是山，就那个当时那个情景我就记，那个老和尚穿一个那个棉袄，就这么在吹，我就站他面前我就听嘛，听他都不知道我站他面前，后来就他就听吹了大概有个20多分钟，他把眼睛一睁开才看到面前站着一个人，他就我们就是互相就看着，然后他就突然就说你想学啊，我就点头，他说你要找一只能够吹的箫，然后他教我那个吹箫，然后呢这个也教我一些人生的一些道理。那个老和尚，平时的话很少，我们那个时候也有些天安门大屠杀的政治犯，四川的政治犯都关了，政治犯很多，然后那个也经常发起一些绝食啊什么的，这个老和尚他是一个老反革命，他都是冷眼旁观，然后有一次我就和他谈话，他说这个世界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监狱，外面的人在做那个没有墙的监狱，我们在做有墙的监狱，就是这样子嘛。他说关键是你的心灵，你的心要自由嘛，你的心不自由你就永远在监狱里面。对，后来这个我当时就是说还是受了很大的震动，听他这个话。